Hello， 大家好，那今天就来下我们的抽筋姆特猫 and 食蚁兽之旅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之前有一个大难关，就是我们护盾破不了嘛。那 后来的话，有观众朋友分享了一个战法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，看一下究竟有没有办法成功。那它这个战法的话，基本上是用我们的这个猫咪塔来做一个防护啦，也就是说，就是把那个什么大嘴鸟鸟卡在我们，就是那个什么。卡在我们就是那个猫咪塔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是用那个用那个什么，弄它这样子哦，应该是这样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。你这边就是让姆特猫先挂掉这样子，但是如果有很多只大嘴鸟出来的话，那感觉好像也是挺难的耶，对不对？也是挺难的。我是不是应该等那个啊？等他过来之后，我再出姆特猫啊，感觉好像有点出太快了，所以姆特猫挂掉了没？感觉哇，两只感觉就有点麻烦，对不对？两只的话，感觉起来就有点麻烦。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把他们卡在塔前，然后等那个波动结束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等波动结束的时候，就是再把他们弄掉，这样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卡在塔前，然后。波动的时候结束出那个，等等等，完了，这边还有一只黑熊啊，还有一只黑熊要对付，哇，这个有点麻烦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应该是有这个方法啦，但是有黑熊，所以待会黑熊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用猫咪来解决它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让就大嘴鸟就是快点过来，有办法吗？好像也不会出来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可以先用食蚁兽老师，好像也不行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不行，好吧，去吧。哎，你怎么穿过去了？谁允许你穿过去的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他怎么疯狂穿过去喷喷老师啊？完了，我们现在这么多只姆特猫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然后待会有那个黑熊，好不好？待会有黑熊。这个破盾真的是有够麻烦的哦！两只加油，两只加油，快把我们给打死！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就这光还有黑熊哎，挺麻烦。来了，先开个炮。好，等他们走过来。黑熊好像只会出一下，是不是？忘记了。好，然后等他们过来。好，卡到塔前，等他波动打完。好，宇宙。宇宙加油啊！宇宙，你怎么都没有成功啊？宇宙。name 丢啊！宇宙，等他打完，好上，宇宙加油！哎呦，破了破了，破一只了破一只了，再等下一次，好，宇宙，宇宙。宇宙，哇，好难哦！而且后面是不是还会出很多只啊？我很怕哎，我很怕他一直出，你知道吗？菲律害怕，菲律害怕。打完，上宇宙，宇宙，再一下，哇，好难哎。哇，小宇宙，有小宇宙，猫和宇宙上，哎呦 ，nice， 打掉了，哦耶，哦后面还有对不对？完了八七了，对吼，后面还有哦，哎呦烦呢。
话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因为后面还有小红帽那些的，那是不是应该要先优先把小红帽他们给击杀？那小红帽感觉就打不到啊。但是我们终于想到一个破口了，好不好？是派一只远攻距离的猫猫直接来一波打，是有机会啊？有这个办法吗？远攻距离的猫猫，这关也是挺麻烦的耶。差一了，差一了！哎呦呦，小红帽挂了。那有哦，那有哦，那有哦。等细兽挂掉，我们就可以再那个了，再把他们放回来了。终于找到突破口了。卡卡妈妈才是我们最好的防御，各位。不愧是观众，任何难关你们都破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等他把我们给打死，然后再用一下刚刚那个方法，好不好？应该就 OK 了。快把我们给打死！好像就只有这一只哦。如果只有这一只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哦。敢巴爹，敢巴爹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感觉终于哇，我们的旅程又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多亏了观众，观众又顺利成功拯救了那个泽平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愧是观众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原来还有这种方法，所以可以用。卡抢强踏法，好不好？塔妈妈才是最强的防御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爱塔妈妈，塔妈妈赞赞，塔妈妈九十赞，好不好？这边抓好，抓好时间，抓好时间，加油！好，到这边，上吧，猫和宇宙。啊，这个波动可以直接把猫和宇宙弄死，真的也是挺麻烦的。不要这么强嘛！等他波动打完，嘿 ，nice， 再见了你，破鸟！耶！我们的旅程可以继续前进了。观众好强啊！观众太神了，太神了！哎，这是什么新关？观众真的太神啦！你们是鬼吧？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这关是喷喷老师跟一大堆这个小犬犬，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。Nice， 好，再下一关，这关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哦。我觉得只要不是护盾的，我们应该都还算是可以扛。看一下这关是那个，哇，有这个有一堆钢铁小敌人。那我们就先用猫和宇宙来扛一下看看好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出不好成绩。可以哦，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能不能交给食蚁兽老师来填一波。没有太难的角色的话，我们都是交给食蚁兽老师的啦。开填啊，食蚁兽，填爆他们！相信你可以的，食蚁兽。是哦，好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一直在被打塔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可是这关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食蚁兽秀一下、欸，因为这关感觉好像没什么。好了，我们让食蚁兽秀一下好了。关的好可惜，不觉得很可惜吗？食蚁兽都没开秀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让他开秀一下，先挡一下，我觉得挡一下应该是 OK 的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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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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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不是很好哦。不行不行不行！那看来得开 Max 了吗？哈哈，你开个 Max 了吗？挂麦姐，好不好？边开个 Max 给他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来了，这样应该撑得住了吧？
哎，不行哎！干！那不然再开个狙击镜给他好了。那开个狙击镜应该 OK 吧？我想要看一下食蚁兽老师大打那个哦，大打我们的这个圣诞节哦。看一下哦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哦。不不不不不不。干！那又没办法了，各位。好啦好啦，看来是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完全没办法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关。下一关有初级条件限制、欸、，only 735 or more。哈？730块或者是更多？那这关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让食蚁兽秀了哦、喔。因为母特猫应该是出不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猫神？要求了。完了，你们怎么看？下一关居然是没办法用母特猫，要我的命是不是？哇，没了，完了，下一关才是最难挑战哎、欸，死定！没有母特猫该怎么办？办办办办办！